害。是，大家。但是各位常常看到高玉山料理，知道他很厉害，还开了一个很好吃的川菜的餐厅。是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，纪伟跟刚才所有唱将一样，各位五等奖台语歌唱会。还是看啥还台机啊？啊，看啥？六十年前，有发生过？六十年前的事没有了。我今年才38岁而已。好好，心态啦，心态啦。对。好可爱，郭先生，我们整电话都就介意的。是啊。我看见你我就怕你啊。我就介意。我敢没事。你有介意我无？有吧？有吧？哎，无听下咧，他大声下无？再一次。所以接下来马上除了料理之外，先听唱歌好不好？要哦。好，那今天我带来一首呢，是我自己的单曲，我有录歌曲哦，单曲哦，《中破塞》。中破塞，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郭子珊郭主任解说。这一首呢是写到整个厨房里面的完全的心声啊，跟一般呢以前没早期听的做破山是不一样的。
你讲失败就真来，认真打拼好将来。兴趣啊，对，但是起重机一定要保持安全，对，真的悟到。你如果没有像他一样哦，如果学过功夫哦，骑摩托车进巷子摔还可以翻起来。你还在提这件事情？我上次呢，因为呢是因为要转到那个巷子里面，然后刚好一拖号有油，还有水。然后呢，上去那个平台啊，它是什么呢？瓷砖，很滑。然后呢，一刹车一转，马上棒，不两千，而且很帅的就上再上站起来，结果没有受伤。真的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以为他是武术指导出身的。所以等一下是要翻跟斗，不是坐台，对不对？